是由绿盟提出来的，是我们要想要制作开发一个 APP 的专案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试想一个情境，就是你进到一个商店里面，然后你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，那你到底要怎样去挑选商品？你是选择是好用的、好吃的，或者是你惯用、常用的东西呢？还是你会有什么其他更多的对商品不同的想象这样子？那我们这个 APP 想要做到的事情是，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人能够拿到商品之后，你只要扫描商品的条码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它是日用品，它可能会有哪些环境的违规记录；如果它是一个食品，那它过去有什么样的食安的一个违规的记录在；或者说它是一个米，那它有没有什么重金属的残留；如果说它是一个蛋，它是不是一个友善养殖的蛋？它是不是在格子笼的鸡蛋，或者是它是一个自然放养的鸡蛋？那如果它是清洁剂，它有没有什么对环境危害的一个成分在里面？那我们想要知道说，那我们想要透过 APP 可以去做到这个事情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如果举这个市售的一些清洁剂来当例子的话，那我们只要去扫，我们现在想要做到的是，只要去扫描条码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回传类似像这样的结果。它可以告诉你这是哪一家公司的产品。然后它有多少的工厂，它曾经被违规开罚过，然后它开罚的金额有多少，它开罚的次数有多高。那看到这样的资讯之后，我们不会去想要提供大家一个评分的机制，告诉大家说你应该要选哪一个产品最好，而是我们把资讯摊开来，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想，我应该要买哪个产品才是对环境最友善的，或者是说对食安是最没有风险的事情。那我们要做的是找到消费者真的关心的事情，他们到底对不同的商品，他们关心的议题是什么？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包山包海，什么样的资料通通都放进来，但是我们会希望尽可能让这个 APP 能够服务到所有想要更关心环境的人。这样，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设计出一个更直觉的选择机制，那去让大家可以关心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那个后果。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想要收集的是大家对于这个 APP 的使用者的经验。那大家如果有用过相关类似的 APP， 那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你遇到怎样的问题，然后你觉得怎样可以做得更好。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规划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流程，然后去设计出这样的一个 APP。这样。那当然，如果大家在现场如果有 UI 或 UX 的设计，然后或者就是愿意一起跳坑跟我们一起协作的人，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都会来找我们。那详细的概念跟资讯，请参考这个我们在贡笔上放的这个提案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 Slack 上也有一个就是透明 APP 的这样的一个聊天室。那如果有欢迎有更多的资讯，都可以来找我们，谢谢。